本港教育经常被诟病为填鸭式，除了要赢在起跑线，学生只着重死背，不懂得融会贯通，故此高分低能之名不胫而走。在香港读书的 Yuki 高中那时就鼓起勇气参加 AFS 的国际文化交流计划，选择到芬兰体验，对他人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。咁你覺得芬蘭嘅教育模式咧，其實同香港相比有啲咩唔同咧？我覺得芬蘭係比較自由啲咯，個教育模式，因為你可以揀你中意嘅老師啦，你想要啲乜嘢堂啦，你都可以自己揀，甚至係成個時間表你都可以自己去安排嘅。嗰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俾你去嘗試咯。咁我又揀咗 PE 啦，有音樂啦，有視藝啦，仲有營養學咯。我 take 咗音樂堂啦，佢會教你彈吉他啦，教你彈琴啦，甚至打鼓啦。在香港的話就可能比較少咁嘅機會啦。喺芬蘭交流嘅十個月 ，Yuki 可以根據興趣選擇想讀嘅高中課程，唔單止增廣見聞，更加認識一班良師益友。寄宿家庭嘅成員同埋老師就如心靈夥伴一樣，指導同陪伴佢成長。